崂山道士。这个书生姓王，出生世家大族。由于从小就对道术有兴趣，因此在听说崂山上有许多仙人的传说后，就离家前往访道。咦，这里有座道观，四周环境清幽，搞不好里头住着仙人，进去看看吧。啊，您一定是传说中的仙人，您能够收我为徒，教我法术吗？娇生惯养，不能吃苦是无法修行的。啊，我能吃苦的，就请您收我为徒吧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就先跟着大家上山砍柴吧。啊，手都磨出厚茧，好想回家。对呀，好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这样的，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天色渐暗了，要不要点个灯火？不用点灯，我来找点光线吧。你去拿张纸和剪刀给我吧。啊，真是美好的夜晚啊，就让大家同欢吧。拿去，这壶酒给你们一起喝吧。光是喝酒不够味儿，能请嫦娥来跳舞助兴吗？哈哈哈哈，好啊。太好了，好好，今晚实在太高兴了，但我酒量没那么好，不能够再喝了。各位到月宫中帮我践行好吗？这当然没问题了。都喝够了吗？喝够了。那就早点去睡吧。好，别耽误明天的工作了。真希望我也会那样的法术，还是别回去，继续留下来学习吧。哎，都那么久了，在这里这么辛苦，师父却连一点法术都不教我，我真的没办法继续待下去了啦。你找我有何事啊？师父，我千里跋涉到此学习法术已经两三个月了，每天白天就是上山砍柴，我从没吃过这样的苦啊。哈哈哈，你看，我就说你吃不了苦，明天上午你就可以回去了吧。师父，您纵使不能教我长生不老之术，但总能教我一个小法术吧。那你想学什么样的法术呢？我想要学穿墙术，学会这样的法术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啊，那我就教你吧。你跟着我一起念啊，稀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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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。我不敢。别怕，你试试看穿进墙壁中。你低下头冲过去，不要犹豫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师父，我成功了，谢谢您。好好好，你回家后啊，心地要纯清，杜绝欲望，否则这样法术也是会不灵的。这些盘缠你带着当路资，快点回家吧。啊，老婆，我在崂山上可是有神仙教我法术哦，现在啊，不管多硬的墙都没办法挡住我的。真的假的？
是你在吹牛吧？哼，不相信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法术。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就说你吹牛了，还硬要撞墙，真是的。啊，臭道士，竟然耍我！